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，拍拍手。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，拍拍手。如果感到幸福，就快快拍拍手，看那大家都一起拍拍手，拍拍手。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跺跺脚，跺跺脚。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跺跺脚，跺跺脚。如果感到幸福，就快快跺。跺跺脚，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伸伸腰，伸伸腰。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伸伸腰，伸伸腰。如果感到幸福，就快快伸伸腰，看那大家都一起伸伸腰，伸伸腰。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，拍拍手。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，拍拍手。如果感到幸福，就快快拍拍手，看那大家都一起拍拍手，拍拍手。啊，怎么样，问题解决了吗？我们怕是要分开了。我现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总之，你要好好的保重自己。对不起。干嘛道歉啊？是我不好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要你帮忙。说白了，那天。我是在利用你。这个时候还能扯这些，说明你是个坚强的人。不坚强又能怎么样呢？你能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宁雪，我帮你是我心甘情愿的，不是被你利用。你要这么说，就太让我寒心了。对不起，那我不说了。啊，这就对了。来，多补补。哎，我哪吃得了啊？我自己的都吃不完呢。哎，别客气。吃，多吃点去啊！哎哎哎，鸡腿都没人吃啊！给我吧，刚才最后一份被人抢走了，我正发愁呢。怎么什么地方都有你啊？去去去，跟你们部门的人去吃饭去。我就不，我喜欢你们销售部，我就在这儿吃。那句成语怎么说来着？秀色可餐。啊，好了，那你们两位慢慢用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别去啊，你别走。你这一走，我怎么觉得自己像个电灯泡啊？要么就是你不待见我。啊，别误会。再聊会儿吧。都不是。他好像不开心，为什么呀？哎，真是因为我吗？你别那么自作多情行吗？人家是因为跟她男朋友吹了。什么人啊，幸灾乐祸的。哎，装是吧，这会儿你肯定比我乐，那心里啊早就乐开了花了吧。哎，别跟我说你对小周没想法，我啊火眼金睛，一眼就能看出你们俩怎么回事。那也不能乘人之危啊。
他现在肯定痛苦着呢。以后啊，看缘分吧。啊，我的妈呀，还以后？你是不敢跟他说是吧？要不我跟你去说，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。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。他现在失恋，正是你下手的好时机，千载难逢，不能让到嘴的鸭子飞了。哎，你是搞销售的吗？你还让不让我吃饭？要不然我走。别别别，我不说了还不行？吃饭吃饭吃饭。老聂啊，哎哎哎哎，我就知道今天在这儿一准碰上你。哎呦，大妹妹，你这逛邮票市场的习惯我看是改不了了。可不嘛，我们家老许还在的时候，哎，没事我就陪他来转转，这不嘛落下习惯了。您瞧瞧瞧，哎，我这孙子可爱吃您馅饼了，就是您馅饼烙得好。哎呀，外头卖的不成，皮儿薄，哎，馅儿大，烙得透还不油腻，你瞧瞧，名不虚传。哎，坐会儿。哎哎，那是呗，我们家老许还在的时候，一辈子就好我做的这口。你瞧瞧，哎，他这一走啊，我也有日子没做了。这不，看着涛涛这么可爱，不知道怎么着就来兴致了，这也算我们有缘吧。涛涛，你爱吃奶奶做的馅饼，让爷爷带你到奶奶家玩，奶奶再做给你吃。嗯，好，真可人疼啊！这老头子丢三落四的，连水壶都没带，害得我又跑一趟。老聂啊，你有福啊。都一样都一样，有什么福啊？豆腐。您这孩子虽然不在身边，也老惦记着您。是啊是啊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遇上什么事往开了想，往开了想，是不是啊？哟，大姐您也来了。是啊，我就不该来。走，涛涛咱们回家啊。不是，这怎么当的事儿？这是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先走一步了啊。个老不正经的，疯了！你准是疯了。警方，你别叫我。人家既能陪你玩邮票，又能陪你画家账，你找他去啊你！涛涛，乖，进屋去啊！你太过分了你！涛涛，进屋去啊！我过分？你干了见不得的人的事就不过分了？我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我光明正大！你凭什么对人江大姐粗声粗气的？啊，你光明正大，你光明正大干什么？带着我孙子当街拍？秦芳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我是得说清楚，你跟别人私下里约会我管不着，可我不许你拉着涛涛当电灯泡，我不许你带坏我孙子。秦芳，你连这样的话都能说得出口？我怎么说不出口啊？你都能做得出来，而且是我亲眼看见的，你甭想赖。你简直就是个疯婆子。我不跟你置气，我眼不见心不烦，我惹不起躲了几成吧，我走。没人拦着你，走啊走啊，走走走啊。我找着房子马上就搬。好啊，我热烈欢送。哎，到时候可别又找辙赖着不走。什么叫找辙赖呀？我赖在这儿也是你邀请的。我当初是不是你说的离了婚呢？暂时先跟这住，找不着房子就先分开过，是不是你说的？我是说了暂时，暂时，暂时，暂时。你都暂时多少年了啊？还有完没完呢？离了婚，赶紧走人。走就走，秦芳，这回你怎么邀请我，我也不干了。哼，我还邀请你，做你的大头美梦去吧。哎，啊，来了！哟，
擦您啊，妈。妈，我给您带来的摘四宝啊。妈，我今天来打算把他都接走。好啊。妈，嗯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来来来。宝贝，你想不想妈妈？想。江玲来了。爸，我今天来呢，想把她带回去。吃了饭再说。对，吃了饭。不了不了，我想带她去买几本童话书。哦，等等，你的小书包呢？小书包在小屋呢。还不快去啊？什么？干嘛呢？我自己去拿。怎么了？怎么又吵架了？没有。妈妈，您是不是累了？妈妈没事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啊。涛涛，在爷爷奶奶家玩得开心吗？开心。喜欢爷爷奶奶吗？喜欢。妈妈，伏地魔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不是伏地魔，是爸爸。可是伏地魔的爸爸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妈妈不强迫你了，等你喜欢他的时候再叫吧。我最喜欢妈妈，妈妈也最喜欢你。涛涛啊，帮妈妈一个忙好吗？什么忙呀？爸爸这两天心情不好，等爸爸回来了，你要乖一点，哄哄他，让他别不高兴，好吗？我一定能做到。谢谢。今天想吃什么？想吃什锦沙拉，带玉米的那种。没问题，带玉米的那种，一会儿就做好。来，妈妈。晚上景雪阿姨会不会来啊？怎么会想起问她呢？是她帮我换了电池，我觉得那个阿姨长得挺漂亮的。他送我游戏机，还帮我安电池。是卡阿姨。好，乖乖的玩吧。妈妈做饭去了。你好，销售部。万映雪，是我。昨天是我态度不好，我态度也不好，但是事情就是这样，我觉得我没有做错，我也没有错。海豹，我想我们还是分开一段时间吧。不是意气用事，也不是冲动。我想给彼此多一点时间和空间。以后再说吧。现在只能这样，对大家都好，但是你要照顾好自己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两支球队的旗号也打在这里。AC米兰成立1899年，怎么了，涛涛？1904年，从 AC 米兰分离出来的另外一支，两支都成大画家了啊！在意甲赛场上，这愁眉苦脸的画的谁呀？
拿到冠军。你呀、啊。最多的是尤文图斯，第二的就是 AC 米兰。我就这副模样啊。但 AC 米兰如果我还换了好多张呢。在哪儿呢？我带你去看，走。哎。昨天晚上你看藏在这儿呢。我看看。第一张愁眉苦脸，闭着眼。嗯，第二张闭着嘴。哎，怎么全都是这种表情的呀？不行，你重新给我画。你要给我画一个，哎，漂漂亮亮的啊，得画我高高兴兴的，好不好？不好。为什么？可以，但是我就是不画。为什么不画啊？就是不画。点穴，点穴，点穴，点穴。别斗气儿，我这就走，往后咱俩是井水不犯河水。那就请了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哎，可别还没走两步呢又折回来啊。不能够，我这回租的房子哎就是这个小区的，我出了这个门我是永不回头。我逃出蘑菇了，我又是一面蓝天呢，我。哎，那好啊，那我这也算是翻身农奴把歌唱，解放区地人民好喜欢了。嗯。等等，还干嘛？啊？你虽然出了这个门，可是咱们俩的事儿，别人并不知道。还是老规矩，这对外口径一致，维持原样。对内，哎，对内，能瞒就瞒，瞒不了就算了。对，涛涛，那没说的，一个字儿，留。行，明白就好。不劳您嘱咐，您那儿别露了馅儿就得。你少来吧，哪回有事儿不是你先露的马脚啊？不跟你说，走。不送。这个。耳根子总算是清净了，哎，哎呦，我也算是轻松了。老聂，你这大包小包的干嘛去啊？妈，有一个朋友让我帮他看房子，我过去收拾收拾。哦，那这么多东西你自己拿，我帮你拿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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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咱们小区三号楼啊。三号楼啊，我认识好几个人呢，我送你过去吧。不用了，玩你的吧。哎，谢谢啊。不用帮忙。哎哎哎哎。哎，谁啊？马强啊，什么事儿啊？今天有什么安排啊？没什么安排。哎呀，睡懒觉，然后打扫卫生，嗯，再就去上街买点零食，再看看电视，嗯，再准备明天上班。懒虫，我在你家楼下呢，快起床吧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冰雪，打起精神来。老聂，老聂，不是
呢。啊，今儿谁赢了？还行，各有输赢。哦，今儿天不错，挺凉快的。嗯，挺凉快的。走。哎，这两天怎么没见着你们老聂呀？他没来下棋啊？没有啊。哎，有两天了吧？两天没来。有两三天没看见。两天没来了。那准是一头扎进油市去了。哎，得，您要给带个话，别让他进骨子那油票，有功夫那杀两盘，啊，我还等着赢他呢。啊，我告诉他。哟，大妹子。买菜去啊！啊，是啊，秦大姐，你也出去啊？我溜达溜达。哦，没上油市啊？去了，都回来了。哦，对了，那老聂这两天怎么没来啊？有几个老人还问起他呢。啊，他有事儿，哦，有点忙。哦，好嘞，那您忙，哎，我先走了啊。哎哎哎，好好好。呵，小日子过得不错嘛，啊？这两天你都舍不得出去呢，弄得那江大妹妹反倒向我打听起你来了。哟，这怎么了？别告诉我说还没到两天呢您就扛不住了。胃有点疼，小毛病，用不着你心疼。没人心疼你，我是怕你在这万一有个好歹儿，那不是给人房主添麻烦吗？嗯，大家街里街坊的，我不能让人说出个不是来。今天我总算是见识了你的购物本领啊。这可是我一个礼拜零食呢，你不是说让我好好补补吗？这还不够呢。哎，我来拿。啊，不用，我帮你拿上去，送我上门吧。谢谢。姐，你来了。你不在家待着，到这儿来干嘛呀？在家待着多没劲啊，天天听咱妈唠叨，还不如来你这玩呢。哎，这是不是你们公司那马经理啊？啊，咱们见过面，我叫马强。上次去过你们家，对对对，哎，你们这是？哦，我跟他一起出去买东西了。啊，冰雪，那我就不上去了。你好好招待一下你弟弟吧，我先走了。今天谢谢你。不客气，再见。再见。行，那马经理，那你慢点啊。好，再见。哎。姐，我是不是搅和你们好事了？瞎说什么呢你？我看这马经理不单纯是你经理那么简单。哎，这东西是不是来给你买的？你小凡人啊？那姐，那我那 MP3 什么时候给我买啊？哟，这你倒记得，你忘了上次跟爸妈非法拘禁我的事儿了？那不是为你好吗？哎，不过我估计这回咱妈肯定高兴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和马强的事儿啊。我一会儿打电话就告诉咱妈，让他们放心。你敢？那你给我买 MP3。不买，我就不给你买。那我就打。哼。
马大哥，马大哥，周莹瑞，你叫我莹瑞就行了，咱俩谁也别跟谁客气。啊，怎么你找我？我知道我姐巡店去了，趁她不在公司，我请你吃饭。胡哥怎么样？好啊，你走。早就听我同学说这老北京火锅好吃，可一直没吃正宗的，今天可以大饱口福了。哎，马大哥，你吃啊？今天我请客，你得敞开了吃啊！别客气。你还没工作呢，这顿还是我来请吧。真的啊？嗯。伙计，再来三盘。哎，你来找我，你姐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哎呀，女人都是事儿妈，先斩后奏，省得她啰嗦。你找我到底是什么事儿啊？你这个嘛，边吃边聊。你好，你先聊。嗯，门下。谢谢。哎，有话你就直说吧，我不会介意的。我知道。哎，马大哥，我听我姐说你是一特好特好的人。真的？是真这么说？当然。他还说你是一特好特好的领导，跟我姐是特好特好的朋友。哎，那你觉得我姐那个人怎么样？她也特好特好。那不就对了？明人不说暗话，我早就看得出来你是不是喜欢我姐，对不对？我，你是不是在乎她那男朋友？哎，跟你说，她又没结婚。再说了，结婚还有离的呢。我看那聂海峰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算，离过婚，又有一孩子，还跟他那前妻不清不楚的，那哪能配得上我姐呀？对不对？感情的事儿啊，外人是很难弄明白的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他拖着死活不跟我姐结婚，我姐还傻乎乎就等，他到底哪点好？有两个臭钱，有个好职业，就了不起吗？你是个男人就给个痛快话，你喜欢就喜欢，不喜欢就不喜欢，又不要你命。喜欢，那不就结了？你既然喜欢我姐，你就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姐跟着聂海峰受委屈吧？你应该挺直腰板，抬开腿，迈开大步，一通狂追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什么？哦，喜欢一个人还分时候呢？嘿，我还头一回听说。你要我说，你只要喜欢，那什么时候都是好时候。你追女孩哪能拖呀？你就跟那涮火锅似的。那水开了就赶紧下肉，赶紧捞，要不然就煮沸了，你明白吗？哎，你的比喻很形象。那，来，要不然我给你们创造点机会，改明儿真成我姐夫，得好好犒劳我一大的。行，那就一言为定。嗯。一言为定。伙计，再来三盘。奇怪，这家伙跑哪儿去了？冰雪，没想到吧？你在这里等莹瑞，却等来了我。是奇怪啊，他打电话。哇，耍我！哎，英雪，你还真要找他去理论？算了，别浪费了这么美的景色。走，一起散散步，放松放松。你怎么样？
心情好些了吗？好些了。哎，你没告诉莹瑞吧？没有，我怕他告诉我爸妈，让他们担心。哎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啊，中午我跟莹瑞一起吃了一次火锅。他没胡说八道吧？他不懂事，你别介意啊。其实我还应该谢谢他的，是他提醒了我，喜欢一个人不应该分时候，喜欢就应该表达出来。李马强，李雪，请你听我说完，你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。你对我怎么想是你的事，但是我必须要把我心里话说出来，否则我会后悔一辈子。林雪，我喜欢你，我希望你能够做我的女朋友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知道你一直对我都很好，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总是能够出现，在我痛苦和失落的时候，你也总是能够陪在我身边。有的时候，我甚至觉得你比海峰更了解、支持和关心我。可是，我现在还没有把感情的事情理清楚，还没有恢复心情，投入到新的恋情当中去。如果这时候答应了你，对你也是不公平的。所以，请你原谅我们还是做好朋友，好吗？我懂。反正我有的是耐心。叶雪，我们现在就做好朋友吧。以后你要是有什么烦恼，有什么不开心的事，都可以来找我，作为你最要好的朋友。只要你需要，我会永远陪在你的身边。谢谢。朋友之间不用说这两个字。松手！哎呀，下回还敢不敢多管我点闲事啊？还敢不敢再管闲事啊？我不敢了，不敢了。真是好心做驴肝肺，我为你们创造幸福生活、美好明天，不但不领情，还打击报复，真是。我告诉你啊，下回你要再敢管我的闲事，再自作聪明的话，我就不再弄你零花钱了。哎呀，真是口是心非，人家跟你一通表白，你肯定鲜花怒放。到我这你装什么正经啊？哎呀，你透露透露吧，马大哥都跟你说什么甜言蜜语了？是天长地久还是白头偕老啊？让我也学习学习。去你的，我们只是好朋友，你别跟着瞎掺和。哎呦，好朋友谁信呢？行了，过两天你就回去吧，好好陪陪爸妈。放几天假就知道在外面瞎跑，无不无聊你。你才无聊呢。哟，奶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涛涛回去以后啊，不停地念叨爷爷奶奶家好。本来我跟海峰说好的周末再带他回来，可是涛涛刚才午睡起来，非说他做了个梦，梦见你跟我爸吵架了，还说吵得特别凶，非让我带他来看看你们。你看奶奶不是挺好的吗？这下放心了吧？奶奶，您这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一个邻居病了，我呢给他做了点片汤。哦，那您去送吧，我们在这儿等您。啊，不用，咱们回家吧。走，回家。那多不好啊。没关系的，一顿不吃不要紧的。啊，走，涛涛，来。爸不在家啊？他上尤氏了。五点多了，尤氏早关门了。他呀，指不定上哪儿逛去了呢。
那估计也差不多回来了啊，可就去做饭吧。哎，你别，我去啊！你告诉我有什么菜就行了，叨叨过来给我打下手。你看，行了，我来做了。妈啊，姜在哪儿？啊哦，我给你拿。啊，我给你拿，你知道。喂。哎，都几点了？你打算饿死我呀？还不把饭送过来？爸，你在哪儿啊？哎，江宁。江。妈，您刚才是去给爸送饭吧？不是。怎么了？我说爷爷和奶奶吵架了吧？那天他们还说要离婚呢。这离婚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二老谁跟我解释解释？这平常啊，一人一句，谁也不亏嘴。现在呢，不说话了，蔫了。这吵架呀，吵了30多年了，从来都是光打雷不下雨。现在倒好，还赶时髦，还离婚，非要搞这个质的飞跃，是不是啊？海峰，那涛涛呢？也就听了那么一耳朵，又没有听清楚。再说了，就算是的话，也是爸妈的气话，怎么可能离婚呢？要不然，妈也不可能给爸做饭，爸也不可能打电话去催妈了。我知道，谅他们也离不了。我听清楚了，奶奶还说爷爷呢，都离了婚了，还赖着不走。什么意思啊？都是你，可不惹来，都是你招的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不是，真的离了？这不是胡闹呢吗？什么时候事儿？说吧，离都离了。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两年了，什么时候？2年前。两年？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。你爸对邮票比对谁都亲，退了休以后就更是不管不顾了。不是有人说什么毒瘾呐、网瘾呐、烟瘾呐，他这是中了票瘾，一扎进油市啊，不吃不喝一整天没事儿，这回家呢就跟没魂似的，整天就对着这集邮册呀发呆，跟他说话他都听不见，他根本眼里就没我，就好像没我这人似的。怎么可能不存在呢？你整天的在我耳根子上絮叨絮叨絮叨，嗡嗡嗡嗡，嗨，实话说吧，啊。他呀就嫌我烦，嫌我碍眼，人家老了谁不是老两口一块儿溜溜弯买买菜聊聊天，是不是？他可倒好，跟那姓姜的打得火热，成天的啊，不是啊，钻到人家里头，就是一块儿去逛游市。嘿，老来老了，他老人家倒闹了个时尚的黄昏恋。造谣？谁造谣？我造谣啊？那你凭什么？凭什么把我那盒冬虫夏草你瞒着我你就送给他？你不是对他有意思你什么呀？那盒冬虫夏草他那么长时间不吃，沏茶吧嫌味道怪，煲汤又嫌麻烦，江南妹妹那儿腰不好，我送给人家的，这也是好事儿。姐，哎，你妈她把我那最重要的那本集邮册她给我卖了，你太过分了。